手滑泡的太愚蠢了。有必要放这么多纸吗？这么大个，哇，泡泡很鼓啊，这是大家捏泡泡了，哇，这泡特别鼓，一碰都巴巴巴响啊，哇，爽，打开，有些小木节它还都给圈出来了，又无所谓，不影响什么吧。好沉，我这手都拿不动，上肢力量太薄弱了。这是一整块，不是粘的，一整块木头。Honduran Mahogany。尺寸，宽度14。20.5英寸。这宽度都将近2英寸了，这也太宽了。这意味着我还得把它厚度切薄一些，这两块儿这两块是我从Rockler 买的，这个是 African Mahogany。这两块，这块加上这块，两块加起来税后是55。哎，我马上就去。这一整块的颜色不是很一样，你看，这一块是90多美元，放在一起比较一下。吃饭了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去吃饭。我正在录开箱这个呢。没事，好，我要去吃饭了，拜拜，观众朋友，再见。